嗨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小波，欢迎回到穷尾气 X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把阿神签名宠物给送出去啦。我们那个厨师猫的影片呢，终于是超过3000的点赞啦，耶、yeah! ，开心呐、啊！我超想把这个大宠送出去给各位的，大家都会觉得我好像想要暗砍这宠物，不会，没有，不可能。我超想要送出去的，因为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花钱去氪金，那可以借由这个抽奖机会，然后得到大宠，就是不用花费钱这样子。这种免费的礼物呢，如果是我自己得到的话，我自己会很开心的。尽管是有非常多个人来抽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么我们不只是要抽出这些啦啊，对，不好意思，就是。各位观众，那一集呢有说要抽出15只的一叉，只不过我这个幸运呢忘记了，我把那些一叉也就已经先抽出去了哦，天哪！所以呢，我就把这个宠物呢来做个替补，我们这个改成5只的这个高赞宠，以及还有10只的活动宠给各位。那么我们抽的方式是怎么样呢？就是活动宠跟高赞宠呢，会抽5位出来，然后分别给高赞，然后跟2只活动宠给你们。所以总共我们会抽出11位观众。那大宠呢，我们会放在压轴抽，嘿嘿嘿嘿，对，给你们一点期待感。6只大宠。这个几率这么的高，你还不来抽吗？好啦，那还有那个果冻的那一集，我们也来抽出去吧。4只的果冻宠物，我随便挑4只就好了啦，好不好？大家应该不会太 care 吧？4只随便挑个，就这样子吧。好嘞。那果冻的等一下再抽，我们先来抽厨师帽的那个吧。好，我们画面转一下。 OK， 那么我们先抽出5位幸运儿，先抓个留言吧。2000多折啊，抽奖。好啦，那我们来念一下他们的留言吧。祝老婆早日达到10万订阅，反正不会中大宠。哎，你真的没有中哎、欸、抽一个订阅数暴增，加油。祝老婆身体健康，祝我可以抽到大宠。可惜啦，我们这是送小只的啦，但没关系，你既然会中，就会有下一次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们就把这些宠物寄出去吧。又到了寄宠物的时间，首先我们先寄出第一只高赞的，以及2只活动宠。恭喜！那我们下一位，恭喜这5位幸运儿啦！现在呢，我们要抽出6位的观众送出我们这个大宠。那么我先说一下啊，这个大宠呢，我们抽的方式就是直接按照顺序抽。怎么说呢？也就是我过来这个邮件信箱呢，第一只是什么，我们就给什么，看到吗？不挑哦，就给你们看一下规则 ，OK 吧？我知道你们都很想得到，好不好？比起得到我的签名，你们更想得到阿神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我们就来继续抽下一个礼物吧。抽奖，来念一下他们的留言吧。祝老婆身体健康，早日10万订阅，先卡一个。祝老婆早日10万订阅，恭喜老婆也达标拿到厨师大猫啦！希望老婆这次连假有好好的休息，也谢谢老婆提供福利给粉丝。祝老婆早日破10万订阅，祝老婆早日5万订阅，恭喜恭喜你们！那么我要来寄出大宠给你们啦。哇，这6只居然都安全的寄出去了。我为什么会说安全呢？因为有时候我一寄的时候都寄不出去，居然这一次大宠全部都寄出去了。
看来你们是故意的，恭喜你们，我很替你们感到开心。还有四只可爱的果冻呢，我们要抽出去给各位哦。抽奖，那么来念一下各位的留言吧。老婆身体健康，绝对抽不到我。奇怪，这么 flag 了，为什么都会被抽到？为什么？祝老婆早日身体健康，祝老婆早日到达300,000订阅，老婆多多休息哦，老婆不要熬夜哦。被发现了吗？祝早日成为百万 YouTube， 太难了啦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些宠物寄出去吧。抽完啦，各位，来给你们报个好消息，也就是在这个幸运事件啦，这个大虫，我有两只都收集到了，而且还是一样的颜色，情侣，好棒哦，这个超级可爱的。其实我想要收集这样一整排这样子，但是这个很难拿，而且现在的大虫都超级贵的，我有想要去帮大家挑个好一点的大虫，但是。这个钱，有点尴尬，好像很少。那我们去看看有没有比较便宜的大虫吧，来去市场晃晃喽。Hello， 怎么是一个人？真是尴尬呢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只有他一个人呢。OK， 拜。我还放了一个大的电风扇在那边转，真是的。换一个。Hello， 这里有大虫吗？卖蜜蜂啊。这个怎么都有一点过气的感觉，好吧，好像没什么好逛的，各位啊，我知道啦，我们去那边。好的，各位观众们，这个交易所呢，现在大虫的浮动价格非常的高，然后呢，这个宠物呢，我觉得最最最经济又实惠的就是金砖，以目前来讲的话啦。可是我看现在很多宠物都高过于这个价格，所以我在思考，不如就给你们观众来点餐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你们来自己挑选自己最想要的大宠。那我会在这个留言中呢，看看你们都留言些什么样的大虫，然后呢，我们下一集就专门去找这个大虫。但是我希望你们是不要挑太贵的，可能比如说金砖也可以啊，或者是地狱石也可以啊，或者是像这种新的宠物之类的。之后呢，我们再去交易所这边特别找。我们的银行呢，必须要有足够的钻石才能帮你们买，好不好？最近的钻石呢，越来越少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花钱不节制，我看到什么就帮你们买什么，哈哈哈，导致说呢，这个钻石呢，入不敷出啊。所以呢，我现在要节省一点，那也专门就是去挑你们喜欢的大虫来抽奖给你们。对，那个银行呢，我可能要先帮你们存一点钱哦，不然这样子你们大虫拿的几率会比较少了，好不好 ？OK 吧？那我这边呢也要送一些东西哦。好，这次幸运虫呢，我们来看看。这边幸运虫的神话等级宠物 ，Yep。好，我现在只有核桃三只而已，看来不怎么多了。然后呢，也要送给观众你们，所以呢，我要抽出10位幸运儿来送出这个体验版本的神话虫，这个就是给不氪金的玩家福利啦，好不好？因为不氪金的人基本上会很难抽到神话宠物，那么。如果是你是高手的话，在这一个影片中呢，你就不要留言了啦，把这个机会留给新手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
我们就是送出一只 DN 的宠物，以及还有一逼给你们这个观众哦，就是一加一的概念。对，那你们这些刚开始来玩的人呢，有这个宠物又有这个钱，这样子比较好起手啊，这是给你们的新手福利，好不好？那么各位不要忘记留言你的 Robux 的账号，以及什么呢？按下你这个订阅的按钮，还有按赞哦，好不好？我们的赞数至少要达到520个 ，OK 才会抽出这个新手礼包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差不多到这边咯。如果喜欢片，记得影片下方右下角有个订阅，右下角有喜欢订阅，旁边还有铃铛帮我按一下。有什么想法、意见呢？留言在下面，随时更动态，持续我们下来，记得到 Facebook 看，那也要大家去追踪。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